窗外鸟世界系列就是在我家窗前拍的，用的是 H3-200-600， 还有一个两倍镜。然后这边是杠子瞭炮台、碧沙渔港、八斗子渔港，经常会有大观鸠、黑鸢，也有曾经拍过游隼在这边飞。赶快有一只冲过去，哎，有一只冲过去右上方，但有一只冲过去不晓得是什么，不是黑鸢，比黑鸢小很多。